新劇《大將員》除了有不少家族的勾心鬥角戲，看到觀眾相當過癮之外，當中飾演萬家廚娘雙天鵝的康華，即使淡妝上陣，仍然相當吸睛，絕對不會輸給一眾同劇的後生女。現年48歲的康華，於1994年參選香港小姐入行，在劇集中多數飾演反派女角而出名，所以有 TVB 御用情婦的稱號，令她多年來被邪花這個形象框住了。其實她早年被爆曾經與一個在美國開超市的華僑被婚，最終分手收場，其後她回港生活，但至今10年感情仍然沒有著落。康華看似風情萬種，但私底下自認是不懂察嬌的女人，坦言自己戲裏戲外給人的感覺反差很大，亦都是咁成為了異性的絕緣體。至於擲偶條件，康華指另一半最好就是成熟穩重，不要浮誇，年齡比自己大，有責任感照顧家人就可以了。